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索问斯。今天呢是9月27号星期三啊。如果大家今天盯着我们的 A 股看啊，应该来讲内心里面是有点小冲动的啊。全天没有翻绿啊，你想看在如此弱势的行情之下全天没有翻绿啊，这背后是有一股资金在支撑着整个市场的行情。为什么会去支撑这个行情呢？对吧？那么这里面我们就可以跟大家讲三个，讲几个要点啊。其实出了还是出了不少政策啊。首先呢，这个如果从管理层的角度来讲，他在节前一般情况下不会让市场过度的走弱。为什么？如果节前市场过度的走弱，那节后的第一天比如说我们过节8天之后来了，整个市场可能还会进一步产生下跌，而且这个下跌的幅度可能还是比较弱的啊。那么所以在这个整个市场在这样的一个逻辑之下呢，它可能在节前要维护住，包括今天和明天可能要维护住整个市场不要过度的波动，不要过度的下跌，对吧？那么市场昨天晚上其实美股跌的比较多，那今天 A 股能够稳住其实已经是第一重的胜利。那么这一重的胜利，为了这一重的胜利，其实政策上面还是出了很多的一个政策的啊。那我们把这些政策跟大家做一个基本的梳理，你就可以看到啊，其实从这里面可以看到中美之间在科技领域的贸易战、科技战和金融战。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金融战我们目前为止是怎么打的，怎么布局的，怎么排兵布阵的啊。我认为这个事情还是很有必要跟大家去交流的。第一个，大家可以看到央行其实昨天啊说了，如果从它的这个整体的上面来讲，应该说了有五点啊。首先这里面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他说了一个什么事呢？他说呢，就是加大宏观的政策调控力度啊。在这里面最主要的说了，有就是非常稳健的货币政策，就是货币政策有可能还会继续宽松，就是国内的这个货币政策还有进一步宽松。如果大家这两年到银行去存钱，你们可以去看一下，3年期的定期如果存在这个工行，3年期的定期已经到了 2.85 啊，1年期的话那就更低了，整个利率可能还会在这么低的利率情况下可能还会进一步的下调，它就是刺激你消费。所以从这一点上面可以告诉你要多少钱，我央行给多少钱。那么第二，后面还有一个呢，讲什么？就是企业融资和居民信贷稳中有降，说明什么？居民信贷实际上最大头是房贷，那么房贷现在是4.2、4.3，那么稳中有降是未来如果经济不行，那么我进一步的把房贷利率可能继续再往下压，从4.2变成了这个，我们如果从现在这个情况变成这个3.9、3.8、3.5，可不可以？完全有这个可能性。进一步把老百姓的这个消费水平、消费能力给释放出来，我就是给你这样的一个消费能力。所以你看这几个政策连起来看，为什么啊？这背后你们再仔细的思考一下。后面还讲了一个汇率的风险超调，就是对汇率的风险这个问题啊，他要把这个事情给控制住，因为中国降息是主流，而美国加息是主流。我们降息本来就释放货币，货币本身要下跌，美国在加息促进整个这个美元的上升，我们这边跌他那边升，喇叭口拉大，对于我们来讲我们货币贬值的力度就更加强。如果货币持续的贬值，外资一定会大规模流出，这是美国打得非常阴险的一张牌，它就是促进整个美元的升值，促进全球各个地方货币贬值。只要你货币贬值的趋势形成，那么你这个股市就一定会大量的资金外流，你就崩盘，你的股市崩盘，楼市崩盘，宏观经济崩盘，都会有问题的。所以从很多方面来讲，大家可以看到整个市场走势走的比较弱，其实跟美国的这个加息不断的在抽空全球各地的资本市场有巨大的关系。那么这一战你怎么能够控制出来？大家可以看到这两天出的所有政策，包括今天最高层大家看他讲话，还是针对如何留住外资，如何让外资在中国能够长期待下去，甚至把开放吸引外资流进到中国来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谈话内容。近期你可以看到无论是经济口还是外交各方面情况下都是要留这个外资的。为什么？因为美国往那边拽，咱们就往这边拽，往这边来留。具体出了非常多的措施，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就是我们的央行在谈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是说汇率这个问题我一定要坚决防范。他说了，连续说坚决防范，为什么？提了3-4次。为什么？如果你外资还要执意做空，
你国内的资金还要持续做空，那么行，那么我一定会干预，他一定会干预，他突然来一下干预，所有的这个做空资金可能一次性打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不太敢做空，所以我们现在出的这个政策没有产生，就是已经形成了猛虎在上之势，但至于什么时候这个炸弹落下来，他就不给你一个非常明确的这个时间表。你敢做空吗？你敢做空的话，随时一个炸弹扔下来之后可能就会把你给吃掉。最后一个就是支持干性，就是从央行角度来讲，支持干性住房和改善性住房。这里大家注意，没说要炒房，支持的是刚性和改善性。你要继续炒房投资亏死，你自己活该。我就是告诉你，你要想买房结婚、买房生孩子、改善刚需，你们可以去买，但是你要如果炒房，那对不起，你不挣钱，你要不要错过的意思。他就告诉你房地产值这个价缓慢缓慢的下来，仅此而已。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告诉你中国不走房地产这条路，不会重启大规模的炒房。你外资别想着中国会走这样的路，然后你来做空，然后中国走上日本这条路，走上这条不归路，可能性不是很大的。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我们对外资对美国发动这种金融战其实已经开始有所准备了。那么周末大家可以看到啊，接下来可能还有进一步的政策，今天收盘之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政策里面就有比较多，有其中有三个非常重要的政策，其中有几个政策我跟大家做一下分析。我们的最高层说了要加大国企金融领域的啊，金融大国企啊，加大国企还有金融领域的反腐力度。这里面特别提到了金融领域反腐力度。那么金融领域的这个腐败这个问题，那肯定不用讲了，对吧？这个问题我们用脚趾头都能想到，那这里面肯定是水深的，那不得了，对吧？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我们所耳闻的身边的一些这个朋友在说的这些事儿，就是我们听上去都很麻的。但为什么在这个点上提出来这个问题就非常重要了，就是因为中国股市整个金融市场走弱，长期不振，对吧？7月24日提出来活跃资本市场，到现在为止2个多月过去了，资本市场还是不断的在萎缩，没有什么成交量。今天香港这个领导也说了，要促进股票市场流动性，专责小组就专门来研究港股的流动性，对吧？就提出来之后，我们好像这一块并没有，起到实质性的效果。那么问题来了，外资为什么，对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断在提政策的情况下，依然在不断的做空，对吧？里面有没有东西，有没有一些事情在配合，是吧？这个问题就值得管理层去研究这个事情了。而且我们讲这里面有很多的东西，比如说你提出了这个总的目标，为什么底下这个政策出来的如此之缓，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实质性注水的这种政策，对吧？他们讲了一个非常搞笑的事情是什么呢，对吧？降印花税这个事情就好比你一个得了重病的人，对吧？然后到了医院去了，让医生给你说挂号费免办，对吧？这玩意儿它不起作用啊，对吧？不起作用啊。所以这一块最主要的还是提振信心，逆转预期啊。第二个大家可以看到，内蒙古今天出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我认为是一个很大的利好消息，就是外资外面的信息当中最主要的还是对中国的地方债这一块啊进行唱空甚至做空啊，对吧？做空中国地方债各方面情况都是就反正就是讲了一大糊涂，就怎么样中国这个地方债怎么样，其实他自己地方债他自己的这个国债都是对吧，他自己是一身毛，看别人还是猴，对吧？但是他就是不断的在说这个事，就是说你们这个地方债几十万亿上百万亿，你们最后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反正就是不停地在唱空这个事儿。然后外资呢，你看美国政客一旦唱空，然后外资也就相信这个事儿，然后大家就大规模的流。所以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已经告诉你内蒙古走了一条路，这个路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他发了，就上面发了一个再融资的债券，就拖欠的我上面发债券再把这个窟窿给你补上，就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么这个事情动作出来之后，就告诉你中国地方债没有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上面的再发债给底下去填，所以这里面可能就会有很多的
外资被重重的打脸了。你不是唱空中国地方债吗？我内蒙古这个方式一下子就发了600多亿，现在欠的所有的债，欠给企业的债全部给你还上，对吧？国企如果是国家本身就是国家的，那欠不欠的，这我其实我认为也不是什么特别大的一个事情，对吧？所以从这个来讲，没有什么宏观风险，地方债这个地方就是破局了。那么第三个，你们看证券管理层，哎，注入了一个新的血液，大家可以看到那个注的这个新的血液，这就我不能说名字，咱们这个小平台也没有这样的能力去讲这个事儿。但是你可以看到，每当我们的管理层哎有新鲜血液注入的时候，其实对市场来讲，可能就是有一些新的思想会注入进来。每一个比如说我们就拿这个证监会的最高的，他只要上来之后，一般都有一波行情。但这次只增加了一个副主席，但没有达到一个最高的这样的一个级别，对吧？但我认为这个有可能啊，就是按照历史以往情况，也有可能会走马换将。一旦走马换将，那么市场可能会大刀阔斧，会迎来改革。迎来改革，其实大家仔细的看，并这些年也没有出什么特别大的政策，除了搞了个注册制，对吧？后面也没什么出什么太大的政策。整个市场的话还是老样子，从2015年走成这个样到现在为止依然是这个样子，对吧？非常弱。所以走马换将有可能会，这三个消息啊，加上走马换将、金融防腐、地方债破局等等，其实整个预期一旦就是给股民在内心里面逆转这个预期，增加这个信心，这些消息不断的在重复，那么最后有一个最重点的事情，最重点的一个东西出来，我认为要想改变整个市场，一定是平准基金要带头买进，一定要有新的血液进，你把漏洞堵住了，不注水这个池塘还是干的，一定要有这样大的平准基金突然给市场一个重大的冲击，整个市场信心一看，股民看到能挣到钱了，买房也挣到钱了，那我就买房，买股挣到钱了，那我就买股票，他就会跟随进来。所以平准基金最后要成立，给市场注入流动性，买上，我认为买大银行，因为你只要把大银行买了， A 股涨，港股就会涨，那港股的问题也解决了。所以这个时候在美国对中国金融系统虎视眈眈的时候，中国应该有一个定海神针在后面，对吧？像日本一样，日本央行亲自下场买，你们谁能买得过央行，对不对？所以他只要一宣布我要买，市场立马就没有问题了。所以从日本央行宣布进场之后，日本的股市它就是见底了，不仅见底了，日本的股市走势走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大家可以看到整个市场像这些年其实走的很不错，从2008年触底以来到现在为止一直都是牛市。为什么？因为大家知道跌多了央行去接，它不会跌多的。然后对于国内来讲，现在非常重点的一个东西呢，就是各上市公司其实应该展开自救，应该鼓励大家展开自救啊！你比如说你账上有钱，有很多账上，对吧？有几十个亿摊在账上，拿出10%、20%回购注销掉，不能自己参加炒股，对吧？你这个东西只要是一做，市场肯定起来的。日本也就这么做的，就是我参照日本的救市政策逻辑来讲，中国股市起来其实并不是很难。但如果这些政策都没有，特别没有注水的政策，就眼下这个情况，我认为节后依然有可能再重新触及到这个，有可能会重新触及到3000点附近。而到3000点附近的时候，你们不要指望再往下跌太多。我可以明确的跟大家讲，管理层对3000点还是非常在意的，因为问了很多的这个相关的那渠道，消息渠道比我们这要非常强大的很多，就他们都认为3000点这个位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关口，也是管理层的心理关口啊。你想想，你把3000点跌破了，投资、融资、定价功能全部失去，那对于大家来讲都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事情。所以从整体的逻辑上来讲，当下 A 股大跌的可能性没有，但是啊，整个市场慢慢悠悠再靠近3000点啊，甚至破3000点都有可能。所以不要过度看空，但是你说大幅度看多，目前为止也不具备相关的这样的条件。重点的操作逻辑，今天我也跟几个这个基金经理咱们大家在一起吃饭在聊这个事情大家选择的策略啊，就是如果你要是做短线，那你可能选择像这个结融这样的，对吧？那么如果你要是做中长期，那么可能还是以高息策略为主。我们现在也是以高息策略为主，详细的内容的话我都在这个索文斯的核心文章当中，大家
有看过索文斯的核心文章的还是比较多啊，那有大概有十几万人吧，去找一下核心文章的，我几乎都在里面把这个交易的情况我都跟大家详细的说了，对吧？那么大家可以去找一下。那么至于说这个短线上面的东西，今天呢我跟杰荣科技啊打了电话啊，就是我跟他们也这个杰荣科技打电话，他们连续啊换了三个人接电话，因为他怕是媒体嘛，对吧？他怕是媒体，因为问的比较专业，他可能怕是媒体。那最后的结果呢，因为他昨天晚上发了一个公告啊，说这个公司是什么跟华他们公司啊，我详细的跟他说，他们公司是做手机的一些那个金属构件啊，就是他说是精密构件，实际上就是金属外壳。然后呢，他把这个金属外壳呢给那个 ODM 公司。ODM 公司是他们公司的客户，然后这 ODM 公司再给华为配合，就是干这个事情的。那然后就把它定位华为概念，连续在往上涨。那至于它怎么涨的呢？实际上现在是这样子的啊，我跟大家透露一点业内的一些情况。业内呢，比如说他们也不是这个东西能不能叫坐庄呢？就叫联合坐庄。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有 ABCD 啊，我们有 ABCDEFG 对吧？有几十个啊，大家都是干这个事情的。然后呢，大家都有通信方式，然后呢，在通信方式当中有语音。有这个语音啊，有这个语音，然后干什么呢？我们到，比如说我们大家每个人啊都要买杰荣技术，就是今天我们这二三十个人啊，每个人手上有两个亿，二三十个人就四五十个亿，我们都要买杰荣技术。那么好，那么等我们现在打集中打一个啊，大家语音发，我们集中打杰荣技术。那么在某一时刻，我们大家同时买进多少就看你的运气，有通道的买多一点，没有通道买少一点，但是我们一直要把它买到涨停为止，明白吗？就大家联手来做这个事儿。目的是干什么？目的只要涨停了之后，散户就会接盘，接盘之后第二天我们抛掉的时候也是，也在这个点位抛掉的时候也是，大家注意抛多少，不要把它抛跌停，我们再慢慢再出来，就采用这种方式。你说他能坐庄吗？他坐庄，他也是这个散户对吧？也是这个游资手上有点钱，但是我们联手在做，这个能不能叫坐庄？对吧？他也没有操纵市场啊，对吧？只是我们大家连沟通交流。散户之间能交流吗？对吧？能不能相互联系？所以这种东西呢，我只能说，短线上面，如果你有技术，有这样圈子，对吧？有这样游资圈子，那你可以做。但如果是普通散户，我觉得还是赚个太平钱嘛，赚个安心的钱。其他的我就不好说什么，因为散户确确实实难度是，做短线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好，详细的内容的话，大家参照一下索文斯的核心文章，在这里呢，我也有的，因为公寓我也不能说的太多啊，相信大家参照索文斯核心文章，如果找不到核心文章，相互之间在评论区说一下啊，这个也比较简单啊，大家去找一下。好，谢谢大家。